魏小普，台南老爷行旅干脆餐厅主厨，掌厨超过25年的他，擅长以意式料理手法烹调在地食材，创造崭新的风味。这一次魏主厨就要用静思资粮的起源香鸡饭当作主角，做出欧洲地区最常见的米沙拉。就让我们跟着魏主厨一起来品尝不用开火依旧美味营养的鲜蔬米沙拉吧。现在新蔬派健康跟我来。那么我们啊，在这个静思书轩里面常常会看到的很多很多的静思资粮，就是各式各样由我们常驻师傅他们研发出来的食品。那么这些食品呢，也透过了很多的有心人啊帮忙，除了让你直接吃之外呢，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调味，就延展出来各种不同风味的料理。那当然呢，我们的好朋友啊，也就是台南老爷行旅干脆餐厅的主厨魏少普大师傅呢，也研发了很多一系列的这样子的料理，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的欢迎他。魏师傅您好。你好。哎呀，今天要用我们那个静思资粮里面，因为如果说是排起来，它算是第一主角呢，要用它来做料理。我觉得它算是妈妈。她是妈妈。对，她是。哎呀，你形容得很好。妈妈，她是母、啊。她是母。对，她是妈。由这个母亲才会一直在延展出来其他的食材。是。天哪，你真的是这样。感恩感恩。形容得太美好了，所以你要用它，用妈妈。是。来。制作一个很特别的料理，其实我把它做成就是鲜蔬的米沙拉。米沙拉它是在国外也是有，对，它在国外它是行之有年，它其实会把一些淀粉类，可能是意大利面，可能是饭，可能是藜麦，可能是玉米，哦，把它做成放冷的状态拌成沙拉，增加风味，加一些坚果啊、蔬菜啊。那么这一道料理呢，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鲜蔬米沙拉的材料有：红藜麦100克、玉米粒50克、毛豆50克、牛番茄100克、黄甜椒1/2个、红甜椒1/2个、苹果100克、凤梨100克、柳橙1个、薄荷叶少许、巴西利少许、罗曼生菜1/2个。静思香鸡饭3份，静思生鸡果仁素香松1包，调味料有盐少许、糖少许、橄榄油少许。好，鲜蔬米沙拉的米就是我们的香鸡饭。那香鸡饭你已经准备好了，是已经把它我们说让它还原，还原了。我们应该是说它是还原。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说为什么我会想说对这个东西非常有感，对呀，因为我是本省人，可是我从小是从在眷村长大，是，对，那眷村的伯伯们就是会有习惯性，伯伯婆婆们都会就是哦，我今天如果煮饭，因为他们都是煮大锅饭，对呀，以前都大锅饭，我们说谁为啊，柴火，对，用谁为啊，煮饭旁边会有一些锅巴，那会上面会有一些就是。焦焦的，比较硬的，哎，硬干干硬硬，所以吃一吃外面剩那层壳，他觉得说那个我们要洗腐，他会用水把它麸质先洗过一次，把它平晒干平铺，它就变成锅巴。那锅巴就是我们香鸡饭的前身。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好玩的食材，它就是让东西去还原，让它变成不一样的一个形态出现。对。那现在你要准备的是这些鲜蔬，是，其实都是。直接就可以处理 的，对，直接都可以看得到每一样蔬菜，它就是直接可以吃，连加热都不用加。今天这个完全不开火的，对，完全不开火。哎，那你就完全发挥了香鸡饭的原来的原本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本来就是要做的东西，就是我们说嘛，就是回归到另外一个主体，它叫做杯食。哦，杯食 cup food 就是我们可以随时可以带着走的东西。香鸡饭就是杯食，它是啊，是啊，是啊。对，啊、所以我为什么讲说这个时候都弄一弄，我们罐子装一装，出门啊。是是是是，好，那我们也先让大家也了解一下哈。香鸡饭其实真的是为了最早是为了开发来这个赈灾救灾的时候，能够很方便，就可以在快速的时间，没有能源就可以让它有一个。
香香的饭可以吃，可以饱腹果腹。那但是也加上了很多的一些调味料。当然，我们也都不希望有任何的赈灾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发生，永远都不要发生，永远都不要。对。但是呢，这个饭呢，就像您刚刚讲的，是还原，它是一个熟的，是熟的，所以我们其实我很感恩，因为我到大陆去拍戏啊，怕没有素食吃，我是靠香鸡饭。在拍戏的时候，我就用冷开水泡。泡着以后，等到放饭的时候，我那个饭就好了。嗯，然后我再配素香松。其实我们应该说，我们台湾的米比哪里的都好吃，好吃，真的。他们都觉得就算它还原了，或是干什么了，它还是好吃，还是好吃，真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在做的过程，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国外的这个米沙拉的这个典故。他们在煮饭跟我们煮饭的方式不一样，是不是？国外的米呢，淀粉就是 starch 比较少，所以呢，它就是用我们正常方式煮，它会整个糊掉。所以呢，它煮饭就像我们在下面一样。所以它比较不是像我们在那个电，不是像我们几杯米几杯水，不是不是，它是一大锅水丢米下去就煮，煮就拿一颗两颗捞起来，七八分熟捞起来放在里面焖熟，让它自己熟成。对。它没有办法完全煮到像我们这样黏黏的 QQ 的，没有办法。所以它必须还有一点脆口，像是人家讲的米心薄桃。对对，阿蛋蛋。哦，要有一点硬硬的，對對對，它那个口感才是对的。是是 是, 是。哦，好。所以我们这次换成这种就是台湾的米，嗨，我认真就是觉得它真的很好吃。香鸡饭还原很好吃。我觉得它其实就是我们的饭。是。对。它的那个口感。其实我们不用去讲说什么，就是挂波酒，那是台湾的嘛？对对 对, 對，很好吃。其实它是很方便，很方便哈。你可以看到说，我今天天气很热，我吃不下去，我就不想开火。对，看到冰箱里面有水果啊，有蔬菜，有生菜啊，就拌一拌就好。这个真的要把它学起来。好，我们来开始哈。好，这个是妈妈最开心的，那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我们还加了一个就是台东的一个精神。红藜麦，这个比国外藜麦还营养哦，这个非常好吃。对，你可以再分享一下台东的这个红藜麦，你是用什么方式煮？我其实我们做西式，我们比较偷懒。嗯，你说在家里的，我不想去顾它。正常的是泡水，泡完了以后再腌过去，丢去蒸笼10分钟就好了。啊，那你如果觉得说我就是时间，我是很。分分秒秒都很计较的，是是是，我就先去你做比家事，就把它泡着10分钟，起来以后把它水加给它焯过腌过去，丢微波炉。哦，你是用微波？10分钟。哦，对对对，它就好了，它就好了。哦，好，是是好，其实它还是要有一点这样子，硬硬的，对对对，才会好吃。所以那我们其实还是那么说，其实我很喜欢用柑橘类。哦。它是有一种台湾的柑橘，它特别有香的香气，所以我觉得就是很迷人。我觉得很多菜我都会想要加一点下去，我会先用皮，再用汁把果肉挖出来，再加汁。所以这个皮就跟像你在使用柠檬皮的意思一样，是的，让它保留到那个就是柳橙的皮是很香的耶。对。那做菜新鲜的，对，做菜就是我们要注意，就是不要去削到白色的部分，不然它会苦。它也是跟柠檬意思一样，是不是？它一样会苦，因为柑橘类的东西，它的一个精油方面其实它很香。那我们现在闻就是香的。对，我们只要半颗。那另外半颗呢？我们要把它的果肉拿出来。果肉拿出来。对，把果肉拿出来。直接切一半拿就好了嘛？没有，不行，不行，因为我要把里面的那些囊全部拿掉。哦，我已经没有看到有人在这样子削柳丁了。我们拿掉会像这个样子，对不对？是啊，对啊。那在囊的部分呢，就是下一刀，它慢慢的剥，它就会把果肉拿起来。你看，它是不是没有核，没有囊？就是只有果肉，是不是？这要技术吧？为什么我们没有练过？没有，就慢慢，这其实就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我刚刚在想说，切一半，切四半，把它剥出来，可是会浪费很多哎。是啊，可是你这样子，就是这些囊都会在你的手上。
哎呦，好可爱哦！而且切完之后，那切完那些囊，你看，啊，哎，完整全部用到了。对，好。哦，这个在我们自己在家练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哦。哦，是慢慢来，慢慢来。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很多事情的事前准备是值得的啦，我觉得是。是是是，对对对，这个功夫还真是很棒。你知道吗？这个香气是跟柠檬完全不一样啊。对，这个是比较一种，柠檬是一种会很清新的香气，对，让你会觉得很提神。是，但是柳橙的香气呢，是一种叫做温暖的香气，就像阳光一样。嗯，是，是不是？对，像太阳晒过的感觉。哎，对对，那是很不一样的感觉，但同样都很香。是，嗯，我们把这个柳橙的皮切过。哦，好，那我们来切苹果。苹果一般就这样转嘛，对不对？啊，我们不是，不是。对，好，我看你是怎样。小的时候就是看人家都是拿一把小刀，我拿一把小刀，不，比较扁的刀子来削。哦，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哦哦哦。嗯，哦，原来是这样的。哎呀，好漂亮哦！哦，真的好漂亮哦。对。好啊。那我们把这个壳拿掉。天哪，我要连用削皮器削都削不出这么漂亮。那我们来切丁。好，这苹果就是把它切丁就好。对，切丁就好。这苹果你有需要什么？让它不会反黑吗？这里等下拌一拌就好了。都好，它里面天然的就是有像那个柠檬汁的，就是盐啊，就是类似有盐啊、盐跟酸啊、柠檬酸。哦，好，不需要特别去让它过一下什么盐水。哦，不用，都不用，就是什么最好，天然的最好。天然的最好是不是？对。所以你看到我们的那个香鸡饭的时候啊。虽然让你看到了有这种小的时候的感觉，是，但是你是因为本身是做西餐的，是，所以你才把它结合起来做米沙拉。应该说台湾人、亚洲人，就是每一餐都离不开米食面食，对对对对，所以我说他是妈妈。你这个形容的真的好温暖哦，他真的就是所有近思之良里面的母亲。嗯。起源，它是起源，对，对对，因为有了它之后啊，才会一直在延展下去。是，其他各式各样的这些食品，是，哦，好令人感动的形容哦，我们还第一次听到哦，而且啊，你也算是我们很多大厨师里面第一个这么胆子大，然后愿意接受挑战去承担，然后。去研发这个近思料理的大厨师。啊，真的吗？其实我觉得说这个东西要吃多吃素食，可是因为我们有宗教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东西可以做同理性的研发发展，而且它有很多很好的食材等着我们去研发，去做出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像香鸡饭呢，你用的就是原味的，是，就是它整个的就是香鸡饭。那我们在这个近思书轩呢，就是香鸡饭有很多小包不同风味的，是，有哦，那个口味还蛮多种，口味蛮多的，对，我记得有超过7、8种，7、8种，对对。但是做米沙拉的话呢，就是用就是最原味的，什么都没有加的，对，就是新鲜的跟我们的。原始的东西还原，再做一个调味。那调味也很单纯，我们就是盐巴、糖。哦，这个我们自己另外再调味。对对对对。哦，因为真的香鸡饭真的是像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它真的是母亲。每一次有发生，不管是像地震啊，或者是台风、水灾呀。那个大包的，还有甚至于国外的这些天然灾害啊，我们是大包的香鸡饭就马上送出去，马上就让人家有饭吃了。真的，对，
对，不管有没有热水、冷水，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是令人感动的一种，是一种研发的这个食材。是，所有的应时的这个蔬菜、水果，通通就是一律切丁。是，因为我们这样子会比较好适口，因为每样的东西的大小差不多。哦，所以在国外吃米沙拉的时候也是这样。是是是。就是我们把每样东西都切的大小，嗯哼，蔬菜水果其实没有说是限定是什么，哦，这是玉米，哦，对，这些都是好像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得到的。那这个东西呢，我会建议就是有人会说啊，毛豆要不要去这个囊？对，要不要？我更这个人觉得这个囊很营养，不要去。我们在菜市场买回来新鲜的啊，就烫它是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瓤嘛。对。那通常过一下热水的时候，它就会掉了。它会掉嘛？对，它会掉。但是有的时候掉不干净，还用手去搓。可是我个人觉得，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很营养的东西。其实它口感还 OK 嘛？对，我觉得 OK 啊，所以我是剥给你看，我其实我都没有剥。就其实它是好。为什么以前都被教育到在洗的时候还要搓一下，把那个瓤搓掉，然后还要过滤掉？就像很多人讲说，吃马铃薯吃。地瓜是很多东西都要把根茎皮削掉，皮削掉。哦，我们的认为不是，最营养都在那个地方。对，我活到六十几岁，第一次知道原来毛豆的那个薄薄的那个都要洗掉。对。哇，而且它口感还不错。嗯。而且它的那个毛豆香气还在。哦，这个毛豆是台南的毛豆。哦，台南的。哦，非常的甜，非常好吃。哦。我非常喜欢台南的毛的一些作物，因为气候土壤关系，所以它的一些根茎或是豆类的东西都长得特别好。啊。对。好，这要到那个菜市场才买得到嘛，吼。对。就直接菜市场买这个，只要单纯只要下放一点点盐巴盐水就好了，就烫一烫就好了，就好吃了。对啊，好，这是加一点巴西粒给它提香味，对不对？对。哇，好，我们要把这个另外一个适口性比较舒服的菜，就是罗曼。罗曼。罗曼也是要包在里面吗？它是切碎。罗曼要把它切丝。切丝。好，这个罗曼其实好买呀，我们到有机店都可以买得到。是啊。哦，罗曼切丝混在里面，真的太好吃了。有其他的生菜也是可以哈。当然啊。你也可以把罗曼，就是东西全部拌完的，剩下罗曼，把它剥成一周一周，你把那个你的米沙拉包在里面，变成船了。对，变成船也是可以的哈，那也可以变另外一种宴客的方式。哦，是是是，这样子好吃好啊，这样子好，全部都是蔬菜，好，全部都是蔬菜水果。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做基础的调味，对，这个是我们的藜麦，嗯，这个是最美好的食物。虽然你做的是西餐，可是你大部分都用的是我们在地食材，啊，对不对？其实如果可以把亚洲食材做西式烹调，是，其实很好，是很好的。哦，原来是这样子把它混在一起哦。是。啊，我们那个香鸡饭呢，有很多的不同的吃法，但是大部分会做成日式料理。真的吗？hey, 就是做成那个手卷啊、寿司啊、之类的啊。对。但是还是，第一次有人做成米沙拉。八。就只有橄榄油、盐巴。糖。哦，糖。糖可以去除一些生的蔬菜的味道。哦，糖的功能是这样。对。然后拌匀之后就可以吃了。可是素香松什么时候？后面再下，最后撒在上面。因为素香松的话，要吃的时候才撒。对，因为我们要保留那个香松那个脆脆的。哦，酥脆感。对，口感。拌好之后啊，是。那在天气很热嘛，那我们是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啊，当然当然没有错。它要吃的时候再把它自己挖出来吃。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香鸡饭有一个特点，它一般的饭呢，它经不起冰，跟香鸡饭没关系，
且它是干燥之后再还原的。对，所以它的口感呢，就是会比原来的再湿一点点。所以呢，它在冰箱里面，它也是呈现在这个的状态，所以它不会因为说放在冰箱里面，它就干硬。对，一般的饭放冰箱隔夜就干硬了，对不对？太好了。可是它不会，对。哎呀，迫不及待想要吃吃看了。先蔬米沙拉的做法是：红藜麦蒸熟备用，香鸡饭与600cc 的水拌匀之后备用。柳橙刨去外皮，取出果肉，柳橙皮切碎，凤梨、苹果去皮切丁，红黄甜椒、牛番茄切丁，薄荷叶切丝，巴西粒切碎，罗曼生菜切丝。将上述的食材以及玉米粒、毛豆、红藜麦、香鸡饭放入玻璃碗拌匀，并且以橄榄油、盐、糖调味。上桌之前再以少许的净丝生鸡果仁素香松来点缀，就可以完成了。这个真的太好了，完全不用开火，然后夏天呢完全不用忍受在厨房里面那种炎热的感觉，然后很优雅，很舒服，然后漂漂亮亮的就可以做好一道料理，漂漂亮亮的，感觉自己很像贵妇。其实这个菜就是我们说它原来的形体就是可以热的吃，可以冷的吃，所以我们还是要延续它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把它做成这个样子。对，你刚刚在讲的，因为香鸡饭这位母亲啊，她原来的精神点就是说完全不需要有能源，她就可以让她有这个好吃的料理可以吃，所以你就是用这个想法做基础来发展。因为我们刚好西菜刚好有这种菜型的东西、啊、对对对，其实它就是一个在这个季节他们会吃的东西，它是主副食，它也是配菜，它也可以当沙拉，什么都是。对对对。哎呀，这个如果是这样子，一顿就够了。当然当然。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在厨房里面做料理。况且你这样做一份做起来，我们可能一般的人可以吃个两三餐。可以放冰箱。没问题的。然后要吃的时候再挖出来吃就好了。挖出来吃就好了，就把香松再撒上去。啊，对。那时候香葱吃的时候再尝尝，如果说愿意的话，再加一点坚果碎。哦，当然很棒，更漂亮。对，很棒。啊，太好了！所以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这么简易的米沙拉，那我们就要照魏师傅刚刚在讲的，真的是回归到他原来最自然的那种方式，然后用这份感恩的心来制作，然后来使用。我们也很感恩你。感恩你，谢谢。哦，谢谢。